赶紧！我在这儿什么呢？快走！快点！快！吴十三，你现在是不是打算把我们抓着，去日本人那儿邀功领赏去？我倒是为你们好，亏我们当时信了你的话，你可够汉奸！你骂人啊？骂你怎么了？再给我骂一个啊！过来。 没事吧？没事。我说你小子真可以啊，刚才上哪把我们都骗了。给我也解释。相信我不吃亏吧？你要是不吹牛啊，也没那么讨厌。好了。哎，大姐，这几个小子怎么处理啊？三元，哎，把他们先绑树上去。好嘞。起来，起来，起来，都起来，快点，快点，起来。 他一根筋条都不给他，这事儿啊用不着他了。二哥，咱把手指头都掰折了，才找到一个能跟日本人通上关系的人，咱要是不用他，咱用谁啊？放心吧，弟弟，哥哥已经找到一个人了，而且现在已经帮我们联系日本人去了。找到人了？谁呀？这事儿回头给你慢慢说啊。哎，看来老天爷都帮咱。对了，二哥，我从镇上给你带回了口条，你最爱吃的还有烧鸡呢。好啊，还热乎呢。 等等，这人就是五十三，马上跟我集合兄弟。是。哎，黑蛋，啊，我看咱们赶了不少路了，就在这歇一歇。得嘞，哎，哥几个歇会儿吧，都歇歇吧，注意四周啊。那儿一个，这儿一个，是，就好嘞。 嗯，到这个份上了，该跟我说说，你是怎么混到我们八路军里面的吧？还有，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对，重新认识一下，我叫方碧怡。还有啊，我可不是混进你们八路军队伍里的，是你们八路军请我去的。请你去的？对啊，半个月前吧。 我去武强带了几个兄弟给一个朋友拜寿，结果半路上遭遇了二狗子和鬼子们的伏击，我那几个弟兄都死了，我也受了重伤。幸好你们一个八路军队伍路过，救了我一命，把我带到你们医院去了。哎，老这么看着我。 不是，我忽然觉得你长得很像我一个朋友。没事儿，可能是我看错了啊。黑蛋，哎，走了，出发了，走了，走，哥几个出发了，走了走了走了。你说这接头的时间已经到了，怎么还不来呀？最烦等人了。 你掉眼睛晃什么晃？坐这儿。你不知道，咱们是在敌占区，人家能带俺跟咱接头就很不错了。着什么急呀？耐心等着。站住！快躲起来！ 是火头，他把咱给包围了。两边都是他们的人，怎么办呢？千万别冲动啊！
我们只有六只枪，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53，你真会忽悠人！大点声，你的当，识相的赶紧带他们出来投降，我保证不为难你们。哟，认出你五爷爷我了？那你应该知道，在你五爷爷脑子里根本没有投降这个词儿。干脆就咱俩拼了吧！有本事就过来抓我们啊！我们等着你呢。来呀，给脸不要脸是吧？兄弟们，给我冲！ 他们就那么几个人，就几条货枪，别怕，跟我上。大姐和齐三元的枪法，您不是不知道，闭着眼睛都能取咱的脑袋，我才不出这个眉头呢。活到这么多人，火力这么强，怎么就这么点人？他们怎么不敢往上冲，合围咱们呀？一线红利，能征善战，有血性的，不是被他赶走了，就是被他杀了，留下的这群兔崽子。 全都是一些贪生怕死之辈。哎，火头，你等会儿啊，我出来跟你说句话。别打我，我出来了啊！干嘛去？你听我的啊，一会儿掩护我。我出来了啊，三儿，过来，掩护好。53这小子诡计多端，不知道要出什么花样，但给我警惕点。 二哥，他一个人出来了，打死他算了。别，53的通缉令那么值钱，当然要抓活的。53，别耍花样，就站在那儿，别往前走。火头，我就一个人来的，这样，你下来，咱俩聊会儿。聊？我才不上你的当呢。咋了？怕了？怕了？行，我让我那帮兄弟们都撤回去。 你让你的兄弟们拿着枪指着我，行吗？你是个爷们儿，你下来，咱俩单独聊会儿。没事，二哥。大不了咱不出去，咱不当这个爷们儿还不行吗？老陶在这一片那也是有头有脸的人，都给我盯紧点，有情况马上开枪。53，想说啥说吧。 我呀，想给你们找一条生路。53，你小子又想忽悠我吧？告诉你啊，现在我的人早就把你们给围起来了，梭子枪口都对着你。你既然知道我是53，那你就应该清楚啊。我在八路军里那可不是一般的人啊！别以为你们用几支破枪把我给围了就能把我怎么样。当年中村用千军万马，不也被我灭了吗？今儿个。 如果我在你这儿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话，你觉得我那帮兄弟能放过你啊？别吹了，谁不知道，五强这片的八路军早就南撤了，南下了。哎呀，别扯了，我不还在这儿吗？北东，谁知道你小子怎么回事？兴许八路早就不要你了。你那消息不准。 我500多人呢，是，一部分南撤了，一部分正往这边赶呢，很快就到了。哟，来了，这边！快走，加油，快走，别动，别动，别动！ 把我二哥放了，要不然？不然呢？ 反正我们也不想活了，我只给你三个数啊！二，别开枪，把枪放下，快，快，把枪放下！把枪放下！后队，快点！枪已经都放了，快点！没听见，快点，快点！后队，把手举起来，举手！把他们裤腰带都给我解了，拿过来。 借裤腰带干嘛？你要害羞，先转过去。快点儿，快点儿，快点儿，蹲下，老实点啊！有一个不老实，我就崩了你。蹲下，蹲好，蹲好了。
别动，走，走，走，老实点，蹲好了，老实点啊，老实点啊！哎，怎么样？没追过来吧？没有，一个人影都没有。没追过来就好，那就应该没事了。歇会儿吧。哎。你问问你大姐，那火车怎么处理啊？哎，痛快！成，你也省得问了。大姐，干嘛去啊？哎，我怎么觉得？你大姐这情绪不对，你是不知道啊。其实我大姐是个重情义的人，特别重感情。这火头是当年大姐她爹扯大旗拉队伍打鬼子的时候收在手底下的兄弟。这么多年了，你说这兄弟说变就变，就算是养了一条狗，这时间长日子久了，你把他杀了，他这心里头也不舒服啊。